常常觉得头晕，吃东西呛到，还有手脚无力的症状。喜欢这样。乐乐，你的脑子里面大概长了一个3公分的肿瘤，真危险，恐惊啊！就无死啊，小心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管你家己来推掉，我不管你。我看伊即卖真，伊时间可能存钱。敢讲阮哥哥，真正无这福气，大家靠我囡仔保掉咧。我身边性命搁快报废，所以是靠靠你，家己来推掉，才存得了。无需要感谢，心甘情愿，阮第一名。